各位善知识，妙法莲法经，上次是把安乐行品第十四讲完，也就是法华经的进门开权显实这一门讲完。接下去从第十五品，从第永初品以下，是本门开进显缘。要讲本门开进显缘之前呢，先把进门的大科的科判大略的说一下。因为进门的经文占了四卷多，讲了那么久了，恐怕前后不容易贯通啊。现在就根据这个贯科本子啊，按照智者大师原来的科判，那么法华会议偶一大师也承接这个科判，把整部法华经分为通序基本两门，别说基本两门，流通基本两门，把一部经分成这三大段，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序分、正宗分、流通分。不过这个通序基本两门呢，这个通序就是通陀经文的通序，也就是所谓六种正信序。现在贯科本子的第一序评，从如是我闻一时佛在开始，一直到序评的第五页第四行，各理佛足退坐一面，到退坐一面为止，这就是通序基本两门，也就是法华经的通序六种成就，就是六种正信序。那么再往下就是别说基本两门，那么进门由序分、正宗分、流通分，本门也是由序分、正宗分、流通分，所以叫做别说基本两门。基就指这一生的视线四机所说的法义当中，进门就是开权显实啊。那么就是把过去四十多年来所说的三权，现在会归法华的一时，会权归实，开权显实，会三归一，会权立实。进门开权显实，有序分，有正宗，有流通。序分就是序评的，从这个各理富足退坐一面再接下去的二十四尊以下，也就是第五页第四行，二十四尊以下，一直到第二十七页第七行，令尽无有余的句诵的最后一句，也就是续评完毕。到第一续评完毕，那就是进门的续分，也就是所谓发起序。法华经的发起序啊，通途的别序啊，因为这是后边本门另外有这个发起因缘，所以把序分的发起因缘呢，放光东照的发起因缘，把它判作进门的发起序，所以这就是进门开权显示的第一序分。那么第二正宗分，先来一个略开山显一动直生疑，那就是方便品的开头，儿时世尊从三脉起，
就是经文的第二十七页第九行，二十四尊开始，一直到第三十八页的第一行，这声大欢喜，到这个句颂为止。这是进门的正中分当中略开山显一动之声一，使身为人动起他的摇动他的过去的执着，认为俨然有三圣，现在回归一时，要回归一时，先使他生疑，然后啊使他断疑生信。所以第二广开三显一，断疑生信，把过去的三权回归一时，所以叫做开三显一。那么把他过去的疑王断除了，生起一时之信，所以叫做断疑生信。那么这个广开三显一断疑生信这一颗就有三端，只是月上中下三根呢、建立三段的经文。第一是法说一周，利益上根人，就是方便品。从这个第三十八页第二行开始，一直到第六十一页第七行，以致就是到方便品完毕，这是正说这个法说的法义，就正说明这个开权显示的道理啊。那么到了这个方便品说完，就是法说一周的正说的文字啊，正说法义的文字说完。那么第三品的比喻品的开头，就是第二卷第三品的比喻品开头，就是上根得到利益啊，就是舍利佛先叙述他的灵劫，然后佛为他受记，佛受记以后大众欢喜。那么经文就是从第六十七页第五行儿时舍利佛开始，一直到第七十九页第五行尽回向佛道，大众欢喜的最后句诵最后一句尽回向佛道，这就是上根得到利益的文字，就是排在比喻品的前端。本来应当要另外建立一品，但是因为文字少啊，经文就附在比喻品的前面，不另外建立品目。那么从比喻品，也就是现在的这个观佛本子的第七十九页第六行，儿时舍利佛以下，就是正说比喻，就是比喻说一周，使中根的人得利益啊。比喻品的本品的意义，从七十九页第六行开始，一直到第一零九页第七行止，就是到最后一句妙法法经为止，也就是比喻品说完，那就是正说比喻的意义说完了啊。那么从这个信结品第四以下，就是中根得到利益，先说明中根的人四大弟子就是摩诃迦摄、迦瞻缘、须菩提、目犍连四位大弟子为代表中根得到利益，说信结的意义，所以有信结品啊。那么信结品只是越别论佛一代持教啊。那么智者大师的五十说教就是根据这一品来分成这个别五十的段落啊。那么接下去第三卷的开始，药草一品第五，那么这就是如来速成中根得意的灵解之后，佛再加以叙述成就他们灵解的意义。那么因为他在这个信解品里面所说的这个一代十教的次序啊，都是属于局限的情况，不能圆融无碍。那么因此佛以药草做比喻那么来说成
这个帮助他灵解的意义啊，使他更为圆满。那么智者大师的五十判教里面，信洁瓶是别五十升起的根源，药草一瓶就是通五十的道理的根据。五十里面有通，通前通后的意义啊，那个通五十就是根据药草一瓶而来的，所以这是如来速成以药草的比喻呀、啊，说明显示这个一代时教的通五十的道理。那么然后为中根人受记啊，就是受记瓶第六啊，从经文的第一四六页到157页啊，就是受记瓶。那么这就是中根得到受记，四大弟子得受记。那么到这里为止啊，比喻说一周立中根说完了。那么从化成玉瓶第七开始，那么这是因缘说一周立下根，使这个下根的人得大利益啊。先说过去为他们种善根的因缘，就是久远之前啊，种善根的因缘在化成玉瓶里面详细叙说，最后收归这个化成的比喻啊。那么声闻人走300游巡啊，就近佛国500游巡到宝所啊，以化成宝所来做比方，那么越化成建立比喻，所以叫做化成玉瓶。那么这是下根的人呢，由这因缘说这个因缘而使他得悟。那么然后下根人得到利益，就是为他们受记啊，就是第四卷开头啊，500弟子受记瓶跟这个受学无学人记瓶，这两瓶啊都是为下根受记。那么经文就一直到224页啊，那么到这里为止金门开权显实的正宗分说完了啊。那么再往下第十法师品，法师品第十以下就是金门的流通分啊。那么法师品是显示法华经的殊胜，说明依法修行得到的利益，一切众生都能成佛的道理，就在法师品里面完全显示出来啊。那么其次第十一品见宝他品，保他涌现证明法华经啊，那么同时劝募发心的人呢、啊、弘扬这个大法。那么上面两品合并起来就是显圣牧人啊，法师品是显示经义的殊胜，一切众生都能成佛。见保他品啊，一方面多保佛保他涌现证明法华经，一方面劝募发心弘扬法华的人，所以叫做牧人弘经。那么第十二品提婆达多品，这是说明过去久远之前释迦牟尼佛行菩萨道的时候，由提婆达多为善知识啊教授他法华经，那么佛才能够很快的成就佛道，圆成这个福慧圆满的圣德。所以呀、啊、这就是以提婆达多来证明法华经的殊胜利益啊，所以也叫做四相正义。那么第十三品的持品也叫做劝持品，就是第四卷的最后一段啊，就是有菩萨发愿弘扬法华经啊，就是承当佛的这个旨意啊而来发愿弘扬法华经啊。那么里面有一个特点，就是为比丘尼受记啊，而前面提婆达多品有一个特点，就是龙女成佛啊，龙女成佛与这个比丘尼得记，这有非常很重要的相关的意义，在当时解释的时候都说过了啊。那么这就是到了第四卷为止啊，那么所以还是属于流通分，一直到现在的第五卷前面的第一品
也就是安乐行品第十四，那么这就是金门流通分的最后一瓶啊。这说明在末法时代，初发心菩萨要弘扬这个法华经的大法，要具备那些条件才能够做弘法的事业。所以文殊菩萨请示方轨啊，那么就是请求佛开示末法初学菩萨道的行人要怎么样子才能够啊自利利他，圆成这个弘扬大法的菩萨道。那么因此佛说这个身口意四愿四种安乐行，说具备这些条件呢、啊、就能在末法时代在五浊恶世中弘扬法华经。那么到上次为止就到这里呀、啊、那么进门流通分就完全讲完了。再往下现在要开讲的就是一至下第二本门开净贤缘。净指释迦牟尼佛这一生的视线啊，就是最近啊在2000几百年前啊，大致在3000多年前降生在印度啊，那么为净化王宫的太子，出家修行成佛啊，成佛以后说法49年，谈经300余会，到了80岁入涅槃。这是最近的事迹，最近示现成佛的事迹啊。那么没有说法华经之前，一般佛弟子们只知道释迦牟尼佛是今生才成佛的啊，不知道释迦牟尼佛在久远界前老早就成佛了。这只是他成佛以后度化众生的事迹的一部分而已啊。那么要显示他久远界前就已经成佛，所以叫做开净显缘，开显出他久远界前就已经成佛，并不是这一次才成佛啊。那么要说明这个道理从前不曾说过，所以也是一样的，先动自身疑，然后才断疑身心。那么这个方式跟前面的进门开权显实，先动自身疑，后断疑身心，情况相同。那么因此本门一样的也有续分、正宗分、流通分。本门开进玄元的续分，就是从这个现在要讲的这个从地涌出品第十五一开头的经文啊，从儿时他方世界啊，他方国土诸赖菩萨摩诃萨，从这个地方开始啊，一直到第305页啊，第305页的第三行啊，第305页的第三行，佛经大致汝等自当应是得闻，汝等自当应是得闻，到这里为止，就是本门开净玄缘的续分，就是发起序、别序啊，开净玄缘的发起序。再往下，儿时释迦牟尼佛以下，一直到受量品以后，到的这个第17分别功德品的前段啊，弥勒菩萨所说的句颂说完啊，这个这一段为止啊，那么就是属于正宗分啊，就是本门的正说分啊。那么正说分里面啊，就是只有从这个总地涌出品的后段跟受量品的全部，到了第十期分别功德品的前段啊，那么这就是正宗分。从分别功德品的中段开始，一直到第20品常不清菩萨品，那就是本门的流通分
那么这就是本门开净闲缘的三分。那么从如来神力品第二十一以下，一直到经文第二十八品啊普贤菩萨劝发品为止，那就是流通基本两门，是进门与本门合并起来的流通分，所以后边的总流通有八品。现在是刚刚要开始讲这个本门的续分，就是要发起这个开进闲缘的道理呀，先来一个续头啊，有续分啊。那么现在就顺着这个经文说明了，《妙法莲华经》从地涌出品第十五这一品经的品目品题呀，叫做从地涌出品。这一品为什么叫做从地涌出呢？因为有很多很多菩萨从这个当时灵山会上的周围地下地面的下面突然之间涌现出来，很多菩萨从地下面涌现出来，由此发起下面的开净闲缘。那么因此这一品经啊，就以这个菩萨涌现从地下面涌现出来的因缘呢，建立这个题目，叫做从地涌出品。法华文具与会议解释这个品目啊，越四细谈解释啊，世界细谈欢喜一，为人细谈生善一，对治细谈灭恶一啊，第一义细谈入理一，约这个四种细谈来解释这个从地涌出品的品目。这个道理由浅入深，比较深奥啊，现在从略啊不提出来解释，假如需要知道的人可以自己去参考法华会议。法华会议的品题开头是根据文具记解释品题的内容加以浓缩皆要成为会议的解释品题的文字。在文具记里面呢比较详细因为这个题目本来就很显明那么看下面经文就可以知道为什么叫做从地涌出那么是容易了解，是不打算再加解释。那么四细谈的解释道理很妙，很好，很深奥但是在我们初学的人呢天台教理不是很精通的时候，听起来啊会不容易体会，难以了解，所以就把这个解释品题的这四细谈的意义把它略掉了如果你想要进一步深入研究嘛第一不妨先看法华会议的从地涌出品的品目解释如果再进一步要深入，要参考法华文具智者大师的原来的文具的品目解释，再加上湛然大师金溪湛然大师的法华文具记，也叫做妙乐解释这个从地涌出品的品目那么就可以更圆满的了解了。现在就从略，全部经有二十八品，现在这是顺序排来第十五品，所以叫做从地涌出品第十五。下面就是按照经文呢来加以解释那么就是续分就是续段科判里面叫做续段，段就是段落，下面这一段经文就属于续，所以叫做续段，也就是跟续分的意思是相同的，段是段落。续段里面分两段第一涌出就是涌出续就是很多菩萨从地涌出。第二语问，就语问续第一涌出续，第二语问续第一的涌出续就是说明很多菩萨从地下面涌出来
说明这个经过，所以叫做涌出去啊。后边因为弥勒菩萨发问啊，有疑提出来问，所以叫做疑问序。先讲这个涌出序有三段，第一，他方菩萨请弘经；第二，如来不许；第三，下方涌出。涌出序有这三段，先讲第一，他方菩萨请弘经。看这经文，尔时他方国土诸来菩萨摩诃萨各八恒河沙数，以大众中其合掌作礼而白佛言：世尊，若听我等于佛灭后在此娑婆世界勤加精进，护持读诵书写供养是经典者，当于此土而广说之。这三行半经文就是他方菩萨请弘经。他方不是我们这个世界的菩萨，除掉我们这个世界之外，东西南北四维上下各地方来听经的菩萨们，他听到这里呀，他们发心要求，希望能在我们这个娑婆世界来做弘扬法华经的事业，所以向佛请求啊，他要在这个世界弘经。而时就是安乐行品说完以后的那个时候，他方国土的菩萨从各方来的，他方总指东西南北四维上下各方面所有的佛国啊，所有的大菩萨到我们这个世界来听法的啊，那么来的地方很多，不止一个，所以叫做诸来啊，多方面来的很多的大菩萨。这些他方来的菩萨有多少啊？过八恒河沙数。印度一条恒河沙子很多又很细，一粒沙把它算作一尊菩萨，一位菩萨。一条恒河的沙算尽，菩萨还没尽。两条恒河、三条恒河，一直到八条恒河沙。假定说以八条恒河的沙子来算他方来的菩萨，刚好差不多吧。想想看，他方来的菩萨有多少？这不是我们凡夫所能想象的，排到哪里去啊？他们站也没地方站。我看如果真的那么多的话，连我们台湾上空都站满了，那么甚至这个娑婆世界，整个娑婆世界都站满了。实际上三方啊，那么释迦牟尼佛三遍土田，这个八方世界的所有的合成一个大世界的所有的虚空，恐怕都占满了。这都是圣啊，在圣道上大菩萨的境界，不是我们凡夫所能想象。所以大圣要点里面啊，距离我们凡夫的智力所能想象得到的相差很远很远，我们没有办法想象。没有办法想象的东西你不能说没有啊，这不是我们的境界啊，我们没有办法了解。实际上在当时是有这回事啊，所以古的说，对于这类不可思议的境界啊，我们只有两性，仰慕圣德而生信心，生尊敬心，不要生起怀疑的心啊。那么因为这种都是圣人的境界啊，不是我们凡夫所能想象。数目字那么多，当然不是我们所能想得出来的。过八恒河沙数，
那么多的菩萨从大众中起，于大众中，当时在灵山会上听法呀。他们听经的时候都是做主的，现在要请求要弘法，要发愿，那么硬是从座位上起来了，起来，来到释迦牟尼佛，的法座前，那么也就是在多宝佛塔前了。这个时候，释迦牟尼佛跟多宝佛还是平坐在宝塔里面的，那么在空中，那么这些菩萨在释迦牟尼佛的座前合掌坐礼，就是要对佛说法呀，菩萨总是弟子的身份呢，向佛表示恭敬，所以坐礼就是礼拜了，那么合掌表示恭敬呢，说法之前，合着掌对佛说法，那么下面就是，这些菩萨说的话，请求要在这个世界弘扬《法华经》，而白佛言，他们禀白于释迦牟尼佛说，念下面的话：世尊，若听我等于佛灭后再次娑婆世界，弘经，世尊指我们的教主释迦牟尼佛，因为这个世界，教化这个世界的众生的主人是释迦牟尼佛，那么当然要遵从他的意见，要请求释迦牟尼佛准许，所以如果释迦牟尼世尊，你如果能够准许这个听啊，不是说你听听看的听，是准许的意思，如果佛您能准许我等，就指这个八恒河沙数的诸大菩萨，在释迦牟尼佛入灭以后，于佛灭后，就释迦牟尼佛入灭以后，在这个娑婆世界，在此就这个娑婆世界，我们这个世界啊，这种子三千大千世界里，勤加精进，复持读诵书写供养是经典者，我也在这个世界努力进修，来复持法华经，读诵法华经，书写法华经，供养法华经，借此来弘扬法华的大教，我要来弘扬这一部法华经，世经典就指这个法华经，我想要在这个世界弘扬法华经，如果世尊您能准许的话，听准许，佛您如果准许我们在这个世界弘法的话，当于此途而广说之，前面只说自修，这里广说就是化他讲给众生听，假如佛你答应了准许我在这个世界弘法讲法华经，我愿意在这个世界弘法，这是他方世界请菩萨请求了。下面第二，如来不许，释迦牟尼佛都是不准许他们，你会觉得很奇怪啊，佛也有我相啊，他们要在我们这个世界弘法还不准他嘞啊，那为什么呢？先看看经文。尔时佛告诸菩萨摩诃萨众，那个时候释迦牟尼佛听到这个八恒河沙数诸大菩萨他方来的菩萨向佛请求要在这个世界弘法，那么佛就对这些菩萨众说，下面就是佛对他们说的话，止，这个止啊就是不许了，不许了，免了呢，你们这么发心是很好了，变了这个值就是，佛对他们说，不必了，你们很辛苦了，不必了，当然不是硬性的把他却辞，那么还是的很尊敬的，很婉转的，对这些菩萨们说，值就是说，不必吧，你们这些菩萨们不必吧。为什么呢？善男子，善男子是菩萨的通称，这里这一句善男子啊，就是通指上面的八恒河沙数的他方来的菩萨们，不许汝等复持此经，我这里呀，并不需要你们大家在我这个世界来复持弘扬这个法华经，
此经，就指法华经。那么他们听到必定会觉得很奇怪啊，佛不是大慈大悲吗？要随顺众生吗？我们发心要在这个世界弘法，为什么不准许啊？下面就说出这个原因来了。所以者何？所以我不答应你们在这个世界弘扬法华经的原因何在呢？我娑婆世界自有六万恒河沙等菩萨摩诃萨，一菩萨各有六万恒河沙眷属，世诸人等能以我灭后复持读诵广说此经。意思就是说，我不答应你们在这儿弘经啊，因为我们这边有人啊，啊，我这边已经是原额已经满了啊，我这边已经有人了，够用了啊，你们不必那么辛苦到这个地方来啊，因为我这个娑婆世界里呀、啊、就有六万恒河沙数那么多，他们是八恒河沙数，我们这里释迦牟尼佛座下的护持这个法华经的菩萨有六万恒河沙数，您算算比他多几倍呀、啊，他只有八条恒河沙，我们这里有六万恒河沙，六万条恒河，那么多的沙子的，那么多的数目的菩萨，而且不止这个菩萨一位，每一位菩萨他有好多的眷属，所以说一亿菩萨各有六万恒河沙眷属，更不得了了，每一位菩萨有六万恒河沙所的眷属，这都是不是我们所能想象的啊，不要动脑筋去想，想会想糊涂了啊、想得睡不着觉，吃不下饭，很辛苦，你不要想他啊、这是当时灵山会上的事情，你知道有这么一回事就好了啊、究竟当时他们如有，究竟这些人呢、啊、有多少，你看下文就可以知道。每一位菩萨有六万恒河沙的眷属，不得了了，好多好多啊、是诸人等，这些人等啊，这些菩萨他能够在佛灭度以后啊复持读诵广说此经，能于我灭后复持读诵广说此经。那么简单说，释迦牟尼佛这个娑婆世界里面就有六万恒河沙数那么多的菩萨做弘扬法华经的事业，每一位菩萨都有六万恒河沙数的眷属，多得不得了了，比八恒河沙数多了几千万倍啊、嗯，那么这是如来不许，如来就释迦牟尼佛不答应他们在这弘法。那么为什么会不答应啊？古代啊，就是法华文具跟会议的解释啊，有三种原因。他方菩萨他从他方世界来，他们在他方世界各个有他要做的工作，各个有他自立立他的事业，假如他们跑到我们娑婆世界来，会荒废掉他们原来的工作啊。例如说他原来在外国他有工作，那么现在到我们这个国度来负担我们这边的工作，那么他必定要荒废掉他原来自己本国的工作，而来做我们这里的工作了。释迦牟尼佛恐怕他们自己的工作荒废掉了，而跑到这边来，而我们这边不是没有人，我们这边有人呐、他们来啊变成多疑，而又把他们那边的工作荒废掉了，这两方面都没有利益，所以不答应他们来，这是第一。第二，您纵然答应他们来这个世界弘法，有一个很大的弘法的困难啊，就是他在这个世界结缘很浅呐、度众生都要有缘的，无缘不能度，所以佛有三不能啊，无缘不能度，佛无缘众生尚且不能度，何况这些菩萨还没成佛力，这些他方世界的菩萨他跟我们娑婆世界的众生没有结缘呐、纵然有结缘呐、很浅呐、彼此不相识，你要度他，你跟他说话，他不肯接受，他不相信你这一套，
那你就是想要红也红不开来啊。所以第二，因为结缘浅，他们在这个世界纵然有结缘，缘也很浅，缘浅的缘故啊，佛不能答应他在这个世界弘法。前面这个第二个结缘浅，这很显明的例子是没有问题的。那么前面说是，如果他到这个世界来，会荒废他自己的是本世界的工作，菩萨千百亿化身，他可以应化身到各世界，何况是直到我们这个世界来，怎么会荒废他的世界的事业呢？这是约四相上的方便说法，在四相上方便说法是如此，各个有他所应做的工作，那么不能说是把他那边的工作丢掉而到这边来，这是约四相讲，随顺世间法的四相讲。如果越理说，当然是无所障碍。不过最主要的就是第二，他们在这个世界没有缘，结缘浅，结缘很浅呢、啊。你跟他他在这个世界要跟众生说话，众生不能接受，这样子啊，他的度化事业没有办法做好，所以佛不答应，不答应他们来弘法，有这个是最重要的原因。还有一个大原因，第三。如果现在答应他们在这个世界弘法，佛就没有办法把下方的那些六万恒河沙数的菩萨把他照命啊，叫他们出来了。假如这个时候答应八恒河沙菩萨啊，好了，你们在这弘经吧，好了，那下面的菩萨想要出来冒不出来，他们不出来，因为既然已经有人嘛，已经有人，他们就不能出来了。所以不能答应他们，答应他们了，下方菩萨就不能出来了。那么因此为了要照下方菩萨，要照下方菩萨出来，所以不能答应他们，这是第三的原因啊。因此啊，佛不答应他方世界菩萨到这个世界弘法。那么照命下方世界菩萨来也有三种原因。第一，下方菩萨都是释迦牟尼佛过去久远近来所度的、所成熟的菩萨，这些六万恒河沙数乃至他的六万眷属菩萨，通通都是释迦牟尼佛过去久远之前一向所教化的，那么这都是释迦牟尼佛的弟子，弟子应当接这个承担老师的事业啊。那么师父有所照命，应当要来负担，所以要照下方的菩萨来做，在这个世界做弘法事业，这是第一，因为彼此有师徒关系了啊。第二，这六万恒河沙数菩萨他是本世界的菩萨，他在我们娑婆世界的众生里呀，结缘很深，跟众生结了很深的缘，他与这个世界众生有缘。因为过去多生历劫都在娑婆世界做弘法事业他虽然住在这个世界的下方，但是他与这个世界有缘，结缘很深，那么他们来这个世界弘法是有很大的作用，所以呀、要照下方的菩萨来，这是第二，缘很深。第三，把下方菩萨照命出来呀、才能够开尽闲缘，只看到下方无量无边菩萨涌现出来，这就可以看到释迦牟尼佛成佛的久远呐、这不是今生所化度的，都是久远之前就化度的，所以只看这些涌出的菩萨就可以知道释迦牟尼佛是久远成佛，不是今生才成佛，那么由此可能够开尽闲缘照下方能够开尽闲缘，这是第三，有这三种原因，必定要照下方菩萨出来。所以下面第三，下方涌出，下方好多菩萨从地面上涌现出来啊。那么经文有两段，第一，金家续相啊，结集金的人叙述当时从地涌出菩萨的这个经过的情况，文字很长，
这都是结集金的人叙述出来的，所以叫做金家叙像。第二，名问讯，那些菩萨出来之后向佛问讯，向多宝佛问讯，向分身佛问讯啊，那么这是问讯的这个事迹啊，在后文。金家叙像有五段啊，叙述当时从地涌出菩萨的实际情况，有五段文。第一，涌出；第二，身相；第三，住处；第四，闻命；第五，眷属。第一，涌出，好多下方菩萨从地涌出啊。经文接着就说，佛说事实，娑婆世界三千大千国土，地皆震裂，而于其中有无量千万亿菩萨摩诃萨同时涌出。你眼睛闭起来想想，大地裂开了，好多菩萨又冒出来了，从地下面冒出来啊，一位一位都从地面下面冒出来。哦，这个镜头多庄严多好啊，这个绝对在电影里面是看不到的啊，我们自己里面脑子里面有电影院啊，这眼睛闭起来就能看到，睁开来看不到的啊。你想想这些菩萨从地涌出啊，佛说事实，释迦牟尼佛说了上面的话的时候，是指上面的话，上面的话说完的时候，娑婆世界三千大千国土啊，大地都裂开了，都震动裂开啊，那么裂缝的地方啊，好多无量千万亿的菩萨都从地面下面啊，同一个时间从地面啊，地底下就一时啊涌现出来了。哦，这必定是很好看的啊。这是说到第一段，以下我们休息十分钟再讲啊。